段的笔法是竖钩，竖钩。起笔四十五度角入纸，往中间转成中锋，往下走。尾巴稍微提笔拉尖尖，往上推移，再往下按压，用无名指的力量把笔往左上角推伸出去，这就是竖钩。好，竖钩要注意的地方，下面这个尖尖的角呢，要在整个笔画的正中间，不要把角推到右边来，这样子呢是错误的。欧阳询的笔法，他的笔尖尖的地方是在正中间。好，再示范一次，竖钩，切好，转正，中锋行笔，拉到尾巴，慢慢提笔，拉尖尖，往上移，再往下按压，用无名指的力量往左上角推送出去，轻轻提起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竖钩。接下来要示范的字是水。水，第一个笔画呢是写中间的竖钩，竖钩是整个字里面上下最长的，所以这边要写长一点，往下压，往左上角送出去。接下来在中间的地方写横折撇，提笔接下去往左边送出去。好，沿着右上角往上延伸写短撇，接下来写捺，推移往右边拉尖，就完成了我们的水。水要注意哪些地方呢？请注意撇跟竖钩跟捺所形成的角度要是这个样子哦，不要把撇跟捺写得平平的喽。还有要注意左边的横折撇跟右边的短撇要这样子斜上去，斜上去，这个就是竖水。老师再示范一次，中间写竖钩，拉长一点，它是最低的，压一下往左上角推。横折撇略低，但是撇不要写太长，而且不要跟竖钩粘在一起。沿着往右上延伸写短撇，再写捺，往下压，推一下，右边拉尖。记得撇跟捺不要低过于竖钩。第三个要示范的字是来，这个字是来。第一个笔画呢是短横画，收笔。第二个笔画是左点的对点，往上提，右撇，短撇。接下来横画左边拉出来，写到右边要记得停。接下来的笔画就是我们今天的竖钩，因为中间其他笔画很多，所以行笔到中边的时候可以略微细一点，下来略微将粗，轻轻的往左边送出，撇不要太长。接下来写捺，右下角延伸推一下，右边拉尖。好，这个字最主要的笔画是我们的捺，所以其他笔画呢都要缩短，把这两个横画呢都集中在中间，不要拉长出去跟这个捺抢了它的风采。还下面也是要注意撇跟竖钩跟捺的关系，一定要竖钩最长，撇捺略微高。实在示范一次，第一笔是横画，收笔。第二笔左点的对点，接下来横画记得写到右边要停，不要一直延伸出去。再来写竖钩，中间笔画多可以细一点，下面笔画少可以略微加粗一点点。上来按压之后往左上角推移出去，
短撇不要太长，略微有点弧度。那往右下角做延伸，推一下往右边拉，这个字就是我们的来。接下来要示范的第三个字是到，到达的到。第一个短横收笔，接下来的笔画是撇，提笔，挑，提笔，右点要收笔，再来是横画、竖画，再一个挑，左边稍微拉出来一点，往上像飞机起飞一样往上延伸，中间一个短竖画，再来就是最长的竖钩。拉肩，提压，往左上角推送出去，这个就是到。写双拼字的时候要注意，左边写字的时候呢，要有一个对齐的线，不要凸出来到右边去。而左边的这个条呢，要记得往上，往上，像飞机起飞一下。右边的竖钩要比左边的条还要更低，咚，要掉下来，要更低。好，再示范一次到。第一个短横，撇，挑，右点，横画，绑起来。写横画的时候都要微微的往上倾斜，飞上去。提不要超过哦，中间进行一个竖画，再来就是最长的竖钩，要比左边的字还要更低，压往左上推移，推送出去，完成了到。